没水没水。这什么没水？好啊，你跟你前女友还有联系呢？不是前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我不想听。Tomorrow， 媳妇儿，你看我给你买的。你不说你牙疼吗？我前女友是牙疼，所以很多问题都需要注意的。飞利浦这款声波震动牙环，一键结齿，除好牙龈斑，守护牙齿健康。哎呀，不贵，京东家电618家电新品现在50%，唤醒你的生活。我买了两个呢，咱俩一人一个啊。那你的呢？我没钱买，我现在是带货。哎，你一个小红包。谢谢老婆。哎，张大夫耳朵怎么这么疼？不是，来给我看看。不是，我说耳朵。哎呀，老妹儿，你这最近有点上火呀，先把你上面的包挤出来，再把上面的脏东西给你弄掉啊，最后把东西再一扔，哎呀，干净卫生啊。3Q 了，张大夫，你真是妙手回春啊。啊，点击左下角摸摸鱼 APP， 下一个，下回自己再能摸你了啊。OK。嗯，不是，你拿个假枪搁那吓唬谁呢？怎么，你还有真枪啊？你看这个武器模拟器，装上弹夹。打开保险，上膛，这就可以了。来，给我也看看。哎，这个不能下手。张大夫。嗯？哎，今天我这没人，要不？完了，这耳朵肯定又堵上了。你给耳朵往这边冲一冲。哎呀，你这耳朵又咋的了？不是，这得上多大火呀？给我看都恶心了。我给你这包吸出来就好了啊。然后一扔，哎，干净卫生。点击左下角摸摸鱼就能下载模拟了啊！张大夫，你确定没有人？不是，你能听见吗？我不装听不见，你怎么主动呀？张大夫，嗯，我怎么什么也听不见了？你真他妈吵！哎，我真听不见了。来，我给你看看，你这能听见都快了。我给你500块钱，你告诉我你这里的螺丝和骰子都咋整进去呗？我先给他们整出来。再给你清理清理，哎呀，干净卫生。张大夫，张大夫，这下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啊，你点击这个左下角摸摸鱼 APP， 自己下一个，在上面模拟，以后自己就能整了啊。张大夫，这脚不知道咋的了。别急啊，在我这就没有治不好的脚。来，你给鞋脱了。哎呀，老妹儿，你这脚啊，我先给你这灰指甲去一去，我再给你抛光一下。再说你这脚得挺费袜子吧？哎呀，最后我再给你的脚毛刮一刮啊。OK 了。你这是妙手回春呐！赞，快点击转向者摸摸鱼 APP 啊，自己下一个，下回自己在家就能修了啊。张大夫，嗯，我脚怎么这么疼，连丝袜都撑不了了。来，你给鞋脱了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老妹儿，你这脚咋这么黑呀？我先把你上面这个包挤出来啊，我再把你这个多余的脚趾甲剪下去，喷点药，最后再整点香水。哎呀，香香呢。赞起来，张大夫，你真是妙手回春呢。哎，赞。我这都在左下角摸摸鱼 APP 里学的，那个下回看脚别忘了穿丝袜啊！哎呀，大夫，嗯，我脚总把丝袜弄开。不是，你确定是脚撕开的吗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给鞋脱了，我看看来。老妹儿，就你这脚毛长度还能不刮开？比我脚毛都长，你都得钻出来吧？我给你这脚毛好好修一修，完事儿了，干净卫生啊！三 Q 的张大夫，你这是神医啊！哎呀，我这都在左下角摸摸鱼 APP 里学的。谢谢张大夫，我又能穿丝袜了。哎呀，下回穿来啊。OK。哎呀，嗯，不是老妹儿，你都连续来3天了，你这么多人呢这？哎呀，我这次就单纯看脚。啊，那行，来，那我看看。哎呀，老妹儿，你这脚底板你是徒步去西藏去了？我先把你这死皮去去，再给你打磨一下。你说这脚毛也长了，给你刮刮。OK 了，干净卫生啊！点击左下角摸摸鱼 APP 就能摸你了。三天了，张大夫，今天人多，那就改天吧。哎呀，其实也不用。老板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一直盯着这个看，你就能睡着。我不信，这怎么可能？老板，是真的。当你晚上失眠的时候，你打开这个解压神器2021，你就盯着看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没人能坚持住，就20秒都不行。不信你们自己去试试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干啥呢？锻炼呢，别烦我。行吧，那我先玩一把漫威超级战争，我选的钢铁侠。
钢铁侠可以随意飞，无视地形。哎，先来个双杀，都不是对手。点击左下角摸摸鱼就能下载了。哎，赢了。不是睡着了，就这还断啥链呢？就这样。哎，老板，这次我选个钢铁侠啊。你别玩了，为什么我的漫威超级战争非常公约呀？不是，就你这智商还玩游戏呢？这我都玩好几天了，你点击左下角摸摸鱼 APP， 实时更新一下就能玩了。等着预约呢，就这样，点击左下角摸摸鱼更新一下，就可以直接进入游戏跟我一起玩了。那你现在等我去更新。老板，你捏他干啥呀？我太生气了。你生气，你玩解压玩具啊？你看，这里你就可以随意的捏泡泡纸。玩开关，更解压的是你可以随便摔盘子，还可以放烟花，一共30多种解压玩具，点击左下角就能玩。太无聊了，怎么还不下班？不是老板，你注意安全了，这枪里可都是真子弹呐！你可别骗我了。我没骗你，你看，装上弹夹，打开保险，上膛就有子弹了，点击左下角摸摸鱼就能模拟了。扔了，老板别扔啊，手机没电可以自己充电呢、啊、你看就是这个游戏，我们把黑色插头插上就可以给游戏里的手机充电了，但是我们把其他手机拔了，用黑色的插头插在自己的插座上，我们的手机就能自己充电了。快点击左下角摸摸鱼 APP 给自己的手机充电吧。不是老板你干啥呢？别害怕，我在跟人比懒呢。不是，这谁能比你懒呢？不是，你看这游戏里的人就特别懒，拿个水杯都不愿意起身呢。面对疾风吧，快点击左下角摸摸鱼比比谁更懒吧。你信不信我可以一下子让整个办公室都没了？不是老板你别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你看这个，我先用手枪，手枪不过瘾，我换加特林，这还有火箭炮，最后我用我的必杀的，你看全没了。想玩的小伙伴快点击左下角摸摸鱼跟我一起玩吧。假装用老板手机砸核桃看看他什么反应，先试试碎屏效果。哎，还挺棒的啊。不是你他妈干啥呢？我手机都干碎了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老板的脚很臭，可他不承认，我想知道到底有多臭。等待过程中我先去清华大学溜达溜达，游戏里的地图和现实一模一样，看旁边的是鸟巢水立方，在这里想去哪就去哪。看现在已经到达了我的母校，点击左下角你们也能畅游首都了，让他好好感受感受。 One hour later， 他要出门需要戴口罩，他要下班了。